大家好，九妹今天收到了一份快递，我看了这个地址是傅老师那边寄过来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傅老师了。我每次去参加活动都跟他见了好几次面了，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发了一箱又一箱，哦，是草莓呀、啊！全部把它打开，然后再拿过那边给表妹还有吉喜他们吃。这就是傅老师寄过来的草莓了。我看看是不是跟我们当地的不一样，口味、口感，要不要发惊喜？哎，小六来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草莓啊。哦，那我先拿两个。是啊，先清洗干净，然后再吃啊。嗯，真的口感挺不错，很密啊。感谢傅老师也送这个草莓给我，那叫九妹也送一点水果给你啊。嗯，怎么样啊？那要不然就摘点大青枣跟他们一起来吃。小六吃了草莓还想吃大青枣，那你就去摘点上面那里，带小弟他们一起去，我在这里清洗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小孩子真的是吃了一样又想一样啊。咬得用吗？今天我就带他们两个来摘一点来吃，挺甜的。这个呀，你先拿到了。我跟金对面就对到那个点。这个老哥呀，掉你看它上面有刺，刚才我不小心扎到了。你别看它，你看那个这个枣，它个头小，但是，嗯啊，别闹！不要！呀，不要来乖！哎，哎呀！你看这里呀，你看，它个巧，来，别。巧！喂，开好，开好，开好！哎呀！我都有电来，多神你们电得多、啊、你看他就自己摘直接吃掉了。哎，我先拿开。来呀，摘了多少啊？哇，摘了，摘了那么多了，应该也够了。你看，要小心啊，因为这个大青脚上面有好多这个倒刺、哎、你也要啊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还得亮，还得亮，哎，还得亮哦！哎呦，小小一个，他还说给他提的。好了好了，那摘够就回去吧。摘的差不多了。好好好，走了。好了走了走了。小孩小可爱。哎呀哎呀！乖猫，乖猫。好了，大家喜欢吃大青枣的。叫小鹿带你们来摘啦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九妹今天要拿大粽子过来煎了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挺喜欢吃这个大粽，而且表妹老盯住一下我，干嘛包那么多粽子没有煎一条给我吃啊？那好了，今天刚包好了粽子，那我就煎一条给她吃。因为我听这些朋友们反馈说，为什么他收到这个包装
这个袋子会漏风。其实漏风的原因就是它这里一个角落尖尖的，给这些快递暴力碰一下，它就会穿帮了，就漏气了。其实没有影响到这个粽子的，因为我们的粽子就是现包，然后熬制了六个小时之后，然后等它凉冻，就可以真空包装，就可以发货了。我们的粽子机都是现包现发货啊，所以你们就放心使用。这个冬叶都是用水煮过了之后再包了。如果拿来蒸的话，就不要把这个叶子全部剪掉啊，连叶子来蒸就可以了。现在我呢就拿来煎。我也看到有一个朋友在购买店里面也留言了，说叫我 PK 一下比赛，煎粽子看谁煎的漂亮。我确实看过他的图片了，看着他煎的挺漂亮的。我今天也来煎一下。切的时候要把这个刀沾一下水或者沾一下油，它就不会粘了。里面的这个五花肉漂亮吗？好了，已经切好一块块，现在就到那边去煎了。就把这个锅全部给它沾到有油的地方，等它锅热的时候就可以放下来煎了。下去看到没有，这个粽子就是这么一点的糯米，然后里面的全部都是咸，所以咸多的话这粽子就特别的好吃。煎的时候要慢火来煎，一锅不要煎的太多了，煎太多了煎不好的。煎这个粽子就是跟煎鱼肉差不多，要有一点的耐心，要不然它全碎掉了，就没有那么一整块。好了，已经煎好了。好了，一条大粽已经煎好了，现在我就去叫表妹过来尝一下我的手艺怎么样。今天终于看到了吧？那拿碗过来吧。有吃的自然少不了表妹。又是吃货一个。哇，这个我最喜欢吃煎粽了。哎，我也吃一个，快大块的。吃的时候先挖中间这个肥肉，然后把它粘到这个粽子上面来，就没这么腻了。这个板栗好甜，哎，里面还放了一点板栗，好脆啊，又脆又香，太脆灵了，里面绿豆已经包到软烂了，跟糯米也是一样，真的很香脆。你入口近一点的话，都能听到那个脆的声音。朋友们，帮我打一下分，看看我煎的这个粽子得到多少分啊？
我给200分。你已经超出了100了，看你们打多少。那我们就赶紧去忙，表妹还要去处理那些没有把那些订单发出去的朋友啊。是啊，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啊，因为我们的水果都是现摘现发货，还有这个大众也是现包现发货，所以呢又吃到新鲜又好吃的东西，真的要耐心等待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存货，存货的话就不新鲜了啊，希望你们等待一下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